官府逃到坑除了不准，所以官府官我定罪拉给不做对，所以我就一定就台湾历史，就一定要历史研究。所以研究给了家套不能历史都各的何惧时期，忽然将台湾的起义，台湾书记，忽然将台湾起义是一六一四年到一六九一年里的退战为基，啊那。共有是讲三十八年还是三十九年？应该是后边是三十九年，但是讲三十八年也无错，但因为是五年，结果是1961年啦，哦。啊，刷落写完会刷的啊咧，我是过写地成功，哦，啊地成功的书，我伫老家有得买。地成功写完就写地成功的关江巨台213。完全将台湾283，迄个恁台湾人甲你混哦，啊，即有机会我按了了讲，看做甲你混哦。啊，完全完的时阵就是日本人，哦，啊日本人的时阵哦，我叫伟大的台湾人，我台湾人真伟大，哦，啊是按照伟大去记。啊，即嘛是即个书写完了后，到我2004年的时候，我看到台湾的政局。哎，我一个多的现象，啊，我李公公数年的话题哦，我拄到一个心理学家在美国，当然啦，叫做林业夫，迄、那个甲白衣，白去受罪去去中国迄个林业夫哦，同名同姓，但是这个人哦，这个奥克拉荷马州哦，得做迄个精神科的医生，一下子分。书叫做《台湾人受虐性格的心理分析》，台湾人奈落爱好有虐待的心理分析。我研究过了，我感觉讲，哎，一讲起来就真对。我爱来赞扬，什么叫做你的头壳内底是不是有奴隶？所以这个较深，这个较深的一个学问，爱让大家知影。咱哦。那无落落地的心哦，然后，啊那发觉到家己有的时阵吼，你阿妈是真好，你发觉到，哦，啊，大哥，身为台湾人，咱来脱离落地枷锁了啊，所以咱先来了解什么叫落地，哦，阿达必做咱台湾的主人。考试掉哦，啊，这本书，这书了哦，这本书一直不讲，不这么我忘不得哦。这个荷兰人，这个李建功，这关清，这李坤南，这国民党，啊，你写好，啊，吃一道，那个头开边头，好、哦。为了要让咱了解咱的思想，哦，是不是脱离这个奴隶？哦，所以我就来研究这个事，哦，啊，万一呐发现家己哦是别人的奴隶的时候，你也都有机会成为家己的主人，哦，一步一步来个修正，哦，咱有一寡物件哦。可能咱在讲话题吼，哎，出去了，哎，就落来个，落来个，思想观念里头，刚刚我都出出来，刚刚讲迄落，迄个比较危险的吼，接近对人话来讲，上莫的人吼，就是明明是落来，啊，做习惯的落来，啊，伫落来看来的享受的惯，哦。对家己的部下发脾气，对伊的主人吼，是以前的主人，主人吼恭顺异常，那是主人就是人的什么，都爱把这本书用掉来讲，功德无量。你吼、哦、是一个促使人性战胜不幸的战将，但这个人是，
一款努力过程哦。台湾无法度建国，理由真多哦。啊，最近咱建国的机会真大哦。啊，咱把这个理由来切断，主力咱就是独立哦，自主哦，建国水到渠成。啊，这份子就是对一个台湾的奴化的结果，在那众人的面头前开开，我你看，看这款的。就是认谁做主，他就领他做呗。买卖票的话，不是买票，卖票我一票三千块给你，哦，啊，我就倒你的票，这款哦，啊，大家的行为哦，拢会消灭就不见啦，哦。为了和咱台湾人了解台湾民族英雄，请问台湾民族英雄是谁啦？国会啊！林松文，哎，对不对？哦，林松文、戴调春，哦，啊，这个朱一贵，清朝的时阵，荷兰时代的时阵是这个，哎，戒外人，哦，啊，这个日本时代的时阵哦，北部林小庙，哎不，到北部干大西中部瓜地或南部林小庙，哦，哎，这三只给加加好安尼到位。所以台湾民族英雄，大家都无识晒，哦，真无识。哦，台湾民族啊，台湾神，那你拜他一堆神，你都无拜他一个台湾神，啥人是台湾神？咱来个切断。哦，罗雷这个民族哦，在三千八百年前都出现。哦，出现迄阵巴比伦人哦。巴比伦是即卖位，即卖两河流域，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就是即卖伊拉克。伊拉克是真经过，都有迄个国家吼、哦。啊，迄、那个，甲对方吼，小姐甲对方也做奴隶。到个十五世纪的时候吼，哇，航海世纪开始，西班牙、葡萄牙啦，也一挂荷兰。哦，去非洲也是我无啦，所以炸个美国变做俄罗黑奴，但是即大家拢知啊，迄叫做 Negro 就是黑奴啦哦。但是即奴隶哦，俺不能讲叫吼弱势，提起烧，该顿起来吼 A 啊 B 啊 C 啊 D 哦，该顿起顿起啥意思啦？哎、欸，你直接烧上我的嘞，干牛咁款嘞，牛死过来走嘞，都只只牛我的，都只只羊我的，他都过来炖伊，炖来烧炖我哩，啊，直接变我的，啊、对不？这就是都无该看作人性，哦、啊。啊，明明是奴隶，但是做惯人的奴隶，哦、啊，第奴隶中享受特权，哦、啊。这是现代奴隶了哈，这是过去的奴隶，你看嘛，我刚讲过，把它来当掉，哦，啊，这奴隶制度安怎来？来讲到印度，印度哦，五千年前都有过多的文化，叫做达罗比虐人文化。但是约三千年前，外来的白人、雅利安人入去印度，占领印度。印度的人哦，咱叫做黑印度啊，白黑，但是跟非洲的印度人无同款，但是是黑人，白黑。啊，但是外来的这白人、雅利安人为迄个伊朗去平起来，哎，占印度了。他都爱设计一个制度，好哩，给我一百倍、两百倍、三百倍的印度人哦，乖乖听我讲。啊，这制度是啥物制度？咱那个要问了解，少数民族要控制多数的民族，台湾人这么多，那就要控制。
爱了解一点印度的文化，啊，你自然我给你，你是不是无控制掉？这个是张小平，印度人的不可触阶级，伊就在阿伯书上说，多爱争，阿伯在多爱多起来对吼。啊，但是这份子，今天有些我奇怪，你提这份子，他不要办事，哦，这是印度不可触，而他去了。来，背上啊，好不好？我这来，印度变了统治给一百倍、两百倍的欧啦。以先民种姓制度，哦，婆罗门教先立婆罗门教，啊，这个种姓制度，你那是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来世，那人相对较关键。你第一人分做四级，头一级和尚，哦，宗教第一级，第二级国王。军队，办事员、官员，第三级，什么啦？但是这一、二、三级拢是白人，第四级黑人，你讲恁黑人乖乖做黑人，后一世纪，后一你死了后。搁轮回，搁再生的人，甲你升一级，甲你的思想，甲你包括轮回的制度，甲你控制掉。所以注意哦，这轮回制度哦，真好用。那是我是通皮教，我们不会有这套。你即马怎么背起？你即马乖乖做乖罗嘞，后世人甲你升一级，啊，你都乖乖啊，啊，乱都好啊，唔好。啊，你控制印度。三千米，你看这个制度，看有厉害无？就是轮回制度，这轮回制度哦，要注意哦。印度跟个佛教团体来中国，嘛有轮回，咱相信，咱有再生的能力，啊，但是伊都无咩无的，你哪有敢一生难遐的？啊，你啊，灵魂有再生的能力，吼、哦、个。过耍了好死人的时阵吼，哇，那就真好骗啊嘞！哦，你这人真好骗啊嘞！我欲甲你骗东骗西拢无紧。我最近看到报道讲，哦，有人会晓算命讲，哦，你的前世是大将军，还是公主？哎，你是骗人，是作骗，瞎搞。然后我不能变了，变我孙变做皇帝就好啊，对不？来瞎搞骗。这种轮回制度，哦，啊，这是宗教。啊，印度哦，种姓制度是一种少数的外人、外来的人，通过武力来占领了后，来统治这个印度的这个一种制度啦。哦，啊，这种制度，哦。落外结果，和印度人哦，看到感情的修理，啊，即款印度已经是民主化嘛吼，甲神圣的一票，直接干将投票和该奴隶啦，咱台湾有人安尼无？诶，国会少哦，哦，爱注意哦，啊，我就是水利局的人，啊，都是伊那要治。水啊，你都爱个啦，爱来放给我，我都放水给你啊，是浪费了什么咯？一寡代志真多啦吼，哦，啊是我做官的吼，啊这斯德哥尔摩症就是这人吼，这已经解决去啊，就是讲受害者去支持加害者，哦。这是有这款的代志，是受害者去加害，去支持加害者哦。这哦，以运动加害者的现代落来，因为发生在瑞典的首都斯德哥尔摩，
无法度通解说讲，为什么银行的职员受到绑匪的第零至五天，差不多接近六天的时间，还阁来支持加害者，还阁要甲加害者订婚，啊，无法度解说，无法度解说，世界的一寡学者就讲啊，这叫做斯德哥尔摩症候群，哦，啊，咱台湾人有人得着这个病无？啊，有哦，是啦，我骗哦，嘿，我骗有因老因阿伯哦，去二礼拜，因阿伯跟因老爸两个相识的啦，哦啊，因阿伯是法官啦，啊，上西东出门啊，结果。发现就尸体在即人工脚卡啦，啊，西东啊，往北去，尾啊，往北去，啊，衫啊，北去啊，穿啥裤，啊，个人拍开挂个，趁咧嘴，哦，啊，去用五片用银，啊，唔找着，啊，大概几多分，啊，即款个人，啊，个人好孝庄国民党，啊，就是这熟悉的。就想学安老一款经验，一路叫叫你，做我的哦。啊，你一个美国的报纸哦，赫斯特报系哦，报业记者孙女叫绑架，这个赫斯特报系的查某囝，查某孙叫绑票的，啊，被抵赏金哦，超人民币，啊，这真有钱嘛？报喜就是讲，为义务本来报纸啊，后来这比起放来，老婆说无转来，无转来，讲变成四百万，啊，但是四百万讲来讲袂好啦，因为你来保证我安全，但讲袂好，啊，所以伊走，走无顺向绑票，但是你注意看哦，这就是伊个走无顺提起。伊哦 ，AK-47 的冲锋枪去银行抢劫，过几个月那尔哦，啊一张，上了头版头条，你看这查某囡仔有水水无？对不？啊那，伊那去提 AK-47， 甲中途斗阵去抢劫，啊银行有迄个闭路电视来摄着，我来公开，哎，啊这回事，就就。斯德哥尔摩症候群，你赶快，就化掉这款病啦。哦，咱来避免这旧病哦。啊，这边就你看嘴下来哦，放出来了后哦，我的喝水，他吹气啊。哦，这个啊已经过了十年了哦，抱歉。现在进行式的斯德哥尔摩症。这个斯德哥尔摩症啊，今嘛嘛在进行，在进行的时候，咱有一个叫吴钊燮对无？哦，啊，伊在这个台联党，就官分裂国家法一周年了后，两岸的情形一报告，表示中国长期对台湾进行军事威胁，甲外交封锁，结果台湾还阁有政治人物认为中国没有错，台湾都是台湾的错，对，这是啥意思？啊，这就是吴钊燮连骂这个执政党哦，大概是这个意思哦。啊，伊要把3月14定做保护台湾日子的哦，哦，提出啊严厉的批评，这不会参就。流氓哦，罗马哦，穷海的皇冠，索取利益，哦，还大言不惭的说，这是为了保护你，哦，人生哦，有一个盲点，就是你看不到的所在，哦，这盲点，哦，叫盲从复合行为，哦。汉文哦，叫做创作行为，哎，大家拢投这个人的票，我若去内找，安都未能答，无家己的意思，哦，
叫做盲从，盲从，就是约有三分之一的人，会盲从复合团体，无正确的答案，哦，结果试验，其中有四分之三的人，会盲从复合团体不正确的答案一次，就是讲，人群这么多，有四分之三的人。会去符合这款的思想，唔对的思想也去来赞成，哦，唔对的人也去来投票，哦，无独立的思考，是非不分，爱是形容他多数人的声音发得很大，是较有权势的人，他既然声音上大，就向人控制你，委替就也向上大，啊，所以你容易，咱就容易犯到错误。几千年来，各朝各代的统治者，用着各种的方法制定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干预论。这个人物哦，咱起码有一个人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在台湾是啥？啊，不是马英九啊，马英九马个臭老子，孔子啦，神圣不可侵犯啊，哦。我们在创造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也要注意。古代家人套看哦，我清楚哦。啊，干理论哦，伊讲的理论，你敢反驳？孔子讲理论哦，一个是来做代志哦。其实就是和广大的民众做努力，利用孔子来探讨。我会记得我高一读迄个军训课，头一篇文章就九百九下，哎呀奇怪，那九百九下，按阿威祖迄个孔子就是拢也爱头一，包括日本人也同款哦。日本人是无咧尊重孔子，是讲孔子是袂歹，但是伊是圣人啦，哦，孔子袂歹，理论也袂歹，哦，不过。来到台湾的时候，日本人来到台湾就看到在第一路中吼，甲地方官一家已经起一个孔庙，起十四年来也甲建起上，孔子无啊。但是啊，对着台湾人，直接甲反攻，啊，变出后藤新平哦，去研究，研究的结果讲，操，人咧统治台湾时，包括孔子也在后边。按这这个统治，所以马丘叫郭元龄，郭元龄大家知影啦吼，出钱五万块人民币，当面大龙帮起一间孔庙，对，即马孔子庙起一下，哦，就是而且孔子的唯一的力量啦，我咧上大的悲哀是一波挣脱。锁链的时刻，五年就是讲我感觉我咧锁掉了，吼、哦，而且为是锁链的无形中间，你都唔知叫我锁掉，啊，就上过来悲哀，啊、哦，到我二十一世纪，这个锁是什么锁？就是锁人的口头，第一思想上甲你锁的，哦，所以叫我锁起来啦。明明自己明明是一个受害者，但是来保护护卫加害者，保卫加害者。欸、我都提出十八趴咧，我那个保护马英九，对吧？而且我都送起来咧哦，哦，都爱保护伊。啊，你做咩？你又把阿无年纪阿无啥物啊，阿都大官因在做，啊，你做一个小官，阿干来赚点十八趴。啊，这个甘愿做奴隶，挣脱的意思都没有。哦，我滴啊，这是从众行为，啊，当然有人在跳，啊，第二卖在跳，第三也卖在跳，大家拢来跳，来跳，啊，跳了就升天了，哦，啊，就当然真欢喜，啊，就容易跳。
点开下一个配置来。咱有做一试验啦，哦，对一个十六个人的团体，哦，咱该选哦，其中的三个到四个做咱的共谋，哦，共谋就是讲，咱来投票，咱一定投一号的，哦，还是三个四个，咱该讲会好，哦，啊，这个题目选唔到，但是都有三分之一的人跟着选错。诶，这三四个人讲，哦，一号上好，啊，有三分之一的人就讲，哦，啊，你一号上好，我就对，哦，有，你也知哦，但是啊，也够有吼，有25%到33%的人，无咧甲你知道，这为什么民进党每次有弃票？33%的做在都是对象，我不能相信你已经不作相，这个应该做成果啊。西方的文化便于从众行为，咱这个东方的文化拢爱买，大家拢去啊，唔，大家拢无去啊。西方各人表示自己的意见，哦，所以因较自由。啊！但是当方的人们从众行为，第一安徒生童话集来对吴进，这个故事叫做《国王的新衣》，他偏偏都国王无穿衫，我不大家俄罗国王穿水衫，哦，这对群众盲从附和的行为，这是用这个来解我。但是约有三成的人无信任独裁者的选举，哦，所以基本上咱有三成的人在赞成咱，哦，是这个爱知啊，哦，结果讲这眷村呐，眷村是一个团体，哦，这个团体哦，因为伊有压力，哦，所以。一投票，清一色拢国民党，眷村。啊，你家己老，家己思想的，欸，你我做咱们这眷村来对话咯，哦。但是啊，有人，卖讲所谓外省人拢爱，毛有人甘愿买抓眷村，或者搬出来，哦，去成立一个外族会。啊，这款接受人摆布的人哦，虽然不是亲密的人，但是咱叫做哦心盲人，即无家己的意识，对人的意识，就是心盲人哦。啊，两人会主的摇旗呐喊，哦，叫做附庸奴啊，比如说华春莹，他们在讲什么呢？大家拢在边在讲，啊，这里很配合的附庸奴。啊，但是搁一有个人吼真歹，叫做匈奴，哦，这个匈奴啊，甲中国北方的匈奴无共款啊，这是真歹的意思吼，哦。啊，罗列吼，咱古来分类有外族吼，哦，在外面的压迫下。必对奴隶，哦，就叫做外奴。啊，外奴有两种，第一，无愿意接受奴隶地位的人，啊，一个是愿意接受，啊，我就做奴隶，就做强仔啊，哦，有两种，哦，伊无愿意接受奴隶的地位的人，哦，伊有一日会变做主奴啦。咱歪做人的奴隶，咱的提供歪做人的奴隶，有一日咱就变成自由的人。啊，愿意接受奴隶地位的人，吼，哦，咱在这个真侪奴化教育下产生的，哦，即群奴隶按
的安于庙的安排，哦，这两种对啦吼。把罗列一个生性独立的人，西传哦，都会做罗列，哦，生性独立的人。目前台湾有一群啦，因有高学历，哦，啊，理解言论思想思考，波罗经通理者，专制制度，这种人归在现罗向下。你现在哦，那有一款罗列就是对这讲一款代志，啊，罗在这罗在哦，你电视看太贵了哦，拢。对方来讲，因奴才安怎安怎样哦？这一种是因受雇奴才，一种是职官做奴才的。哦，职官做奴才是为百姓出官做奴才。哦，我听这样嘞，地心分子哦。罗列的知识分子，应该知识分子是行在人的头前，先发觉到自己是不是罗列。但是有的吼，变作拥护奴隶主的干部，哦，啊来谄媚奴隶的，啊有人出来讲，哇，台湾应该主张实行专制。这款东西，这款罗列嘛，这款罗列就是啊，一些谄奴，就是讲，哦，服从最高领导者，哦，啊，我就拄着一个学会理事长，伊就讲，国父孙中山讲讲，啊，这种标准的奴隶，国父孙中山对香港人讲是国父，对咱台湾人讲也毋是国父嘞。对中国人贡献嘛，不是国父；对蒋介石贡献是国父啦，因为蒋介石在提拔，把一孙中山的蒋介石提拔做黄埔军校的校长，啊，黄埔军校是苏联的集团来提建黄埔军校，何里有欧洲式的设备武器？哦，不止五年，啊，所以黄埔军校成立给苏联的钱，啊，以副校长为教务长，哦，就是周恩来，哦，周恩来是应该是做校长，啊，但是因为列宁孙中山，啊，不孙中山，就推荐的人做校长，啊，这个转到这个孙给的，就该做北伐的。啊，北伐一路顺利啊，因为伊有个欧洲的武器，哦，啊，砰砰砰，拍海南洋，拍海南洋去了后哦，就怪说哦，度量狭小，度量小，伊安怎说法？伊开始做强，大家拢知啊，叫做清共，清朝的清，啊，共产党共。就是讲共产党拢爱杀，哎，共产党是恁老爸呢，恁老母呢，死你冤啊，互你钱啊，你得清国，无道理。咱即摆过这段时间，咱知讲即个原因嘛，啊，就是无度量嘛，你干脆你独霸迄个权力嘛，拍人家偌厉害嘞，即个所以中国哪会最近？这个六十年内战不停，就是因为蒋介石气度狭小。像最近这个例，这个叙利亚，不是叙利亚，利比亚，哦，利比亚跟这个埃及，那博大家有几啊百亿美金在那底啊，还阁无爽快呢。一个无完整呢，你敢袂是？啊，但是就是安尼啊，啊，这就是爱做，啊，
林丹的独裁者得到政权了，都有一群落的意识分子大力支持，所以注意意识分子有人支持这个独裁者。啊，你若反抗独裁者的时候，这批意识分子会来跟你扯麻烦。这个人常常在那伊的主人的头前讲奴才，啊，意思就是这款奴才了吼。中国人，咱万民通敌中国的时阵，中国人一律自称奴才。所以哦，今天一点改成就是有才无才都是奴才，无管伊有才啊无才哦。啊，我家己拢奉家己有才嘛，还是奴才。所以今天讲这不太深啦，哦。第三个，子女各不在家级家级，家级的老爷哦，对老爷主的管权力，哦，会主动变下来来维护，哦，传群众对有家己的卡波。对奴隶主效忠，那你喜欢吗？这个底薪就稳，就快点结婚啊啊！家己的底薪高嘞，哦，都得到主子欣赏，啊，有你来做副总统好了啊啊！好的企业管理啊，所以甲级奴隶对接案叫知遇之恩啊，你来把铁娘做副总统哦，啊，实在足感谢你。我按分析，你有在讲，哎，这个人是不是奴隶？啊，咱有咧奴隶的行为无？哦，所以啊，一级的奴隶是被动，哦，高级的奴隶下骹定定有被动的哦。哎，啊，我都请你一个月三万块，啊，你都去分传传单啦，你都去创什么呀？你哦，去演讲或者，哦，这是以己努力的哦。啊，道理各分做一级、二级、三级啦，我见啦，这免讲啦，吼。哎，我来做咧，做大咯，做咧办事办。二罗啦，二级罗咧吼。一罗是主动，就是讲我甘愿要来做罗咧。二罗是被动的，哦。啊，是第三级的罗咧。这第三级的罗咧，不甘愿做罗咧。哦，想刷红，想刷红是什么呢？今天就有人提起，想刷红哦，做因来选叫卖衣裳，哦，卖去因老百姓，啊，该卖做人的养女，啊，去大因老爸，啊，伊要住大汉起来吼，啊，对迄个糖厂的。在安来做睡衣啊，要做小三啦吼，去日本，啊去日本了后，去日本了后啊看到日本，伊有当台湾受着国民教育，国民学校的教育，啊去日本啊去啊出来就抓来中国上海，啊抓来上海的时候，这小说红哦，哎有意识，有做家己主人的意识，所以反抗哦。迄、那个西方的迄、那个力量来控制中国，哦，伊就想讲伊是中国人控制反共，啊，反共就去行过路，啊，行过路，让迄西方的上海这个台东西，有英租界、法租界、日租界、德租界、什么租界、共同租界，伊话紧一件头一个，啊，大家讲，哎、欸，我那就台湾查某囡仔这里用个，徛头一个，但是第一件。因为这一件哦，西方的的枪哦，兵啊会怕杂货，啊所以带这一件的小说哦，啊所以小说哦，诶一箱叫四川的迄、那个在上海的一个大学来修理，工地来他们大学，所以台湾他国民党一箱都跳回大学。啊，去读大学了后，无几个月，就派伊去莫斯科受训。啊，受训结果回来了后，
就变做啥个？1928年成立台湾共产党，咱共产党有偌厉害呢？咱知影文化协会，吼、哦，这老先生都知影文化协会。文化协会最后啥人掌控？小沙皇帝是后边头的，要就变共产党的，啊，所以就尾随因才会成立。民众党有啥物？吼、哦，这是讲起台湾的代志啦。小沙皇不过讲起，意识到家己奴隶的地位。落去斗争的是革命家，无意识家己是奴隶的地位，啊，默默无言，哦，这是特殊的奴隶。就是讲，你在做奴隶，还佫唔敢出声，这特殊的奴隶啦，哦，啊，也佫有的人讲，哦，我做奴隶做得真爽，我佫有通食，哦，我袂如，你圣经讲，摩西带一群人来出来。啊，都无物物件通食，伊就讲我转去吼做奴隶偌好呢？我即马暗时我伫可能伫享受肉，哦，啊，或者伫欣赏俄罗奴隶主，哦，即款哦是奴才，无品之徒。即所以哦，即安尼甲你分析，就知讲到底奴隶是讲伫讲啥物物件？这个就是小沙皇啦，哦，在台湾的人，嗯，来背一张啊，奴隶的通行啦，哈，奴隶的通行是对主人行恭顺，但是将就管。先指派奴隶主的人员掌管来代理。您有您与外人不与家奴的味道，就是讲我即马做总统啊，即刻就怀叫家己的人去做，有包红包的人优先。哦，即款的代志，两个电话先啦，哦。啊，会搬出过去的姓名，哦，归零在阿里。对，这赶快，这讲到一个古金山合约和开罗宣言，哦，这个咱的秘书长讲过真多遍啦，但是重复其中的要点，哦，1943年。大战还没结束的时候，哦，美国、英国、中国三国在开罗会谈，无签字，无签字，所以称为宣言。啊，那有签字就叫做协定或者条约，哦，所以这个就是波茨坦宣言，然后开罗宣言，然后光把台湾挂到中国，这是胡说八道。那是主角叫你讲你的话，我讲我的话，啊，你讲你的话，我跟你讲的。你讲那间是你的，我悄悄地你的工作一间是你的，那间也不是我的啊，哦，啊就是，但是咱细汉的时候，头壳拢灌一罐思想落去，想讲，哎，开罗宣言就是把台湾挂给中国，哦，但是重点是附近看何合约合约哦。合约是在1951年9月初8日48号签字，并约定在1952年4月28日生效。哦，4月28日会记未？4月28日咱去行回头，哦，都为什么讲4月28日？哦，1952年4月28日生效。哦，这个合约哦是48号签字，接着来讲白。咱爱相信古金山合约，必须相信开罗宣言、波茨坦宣言。好，哦，有诶，好，艾顿，这就解决了。这罗斯福总统，这丘吉尔，他这送给你。
会送你饮一杯个人的，因为一等一的呢。哦，啊，蒋介石是不要光年会啦。啊，啊，啊，像你观众啊，就是为伊上少年。好，咱哦，咱时间咱们再小休息一下啊，啊，小等下，咱就避免过敬礼啊，吼，安尼，不过早点问。Thank you.
不能进口，那印尼的这个马来西亚的产品，一些比较多吧。对啦，那个总的呢，你不管那发展，所以呢，那国家单单那个大多的，那主要的点是因为经济。还有一台吗？
来，咱阁开始哦。咱大家讲话四月二八，四月二八是一个真重要的日子，所以咱四月二八去 AIT， 比如讲在台湾的领导人，甲日本在台湾的交流协会头前递出陈情书，美国派因上头咧要官来甲咱的议长握手，握阿握。跟你说啊，人家手都伸到这哦，啊，一个人看到哇，啊来，啊，嘛这摆，所以这四月二八是一个真重要日子，有其说生肖日，哦，这样明确标示台湾依然有主要战线国美国管辖之下。美国是台湾的管辖，台湾的、哦、所以讲到这吼，讲十月二五叫做光复节，啊，我叫做违法的台湾光复节。日本在1937年打中国，叫中日战争进行了吼。嘿，能够给修建了两，美国也无参加。到啊1941年，美国去日本去偷袭珍珠港了后，把美国压出来，所以叫做大东亚战争。哦，一些大东亚战争啊，中国是打败仗，永远打败仗。哦，太平洋战争中，美国出兵出战。踏败日本，啊！就等于天上掉下来的礼物，日本吞言宣布导航，啊！于是中国就站在美国这边，并对战胜国，这个叫做打败战的战胜国，还有通过，哦，你小姐，人不要讲建言，这个打败战的战胜国。请注意，蒋介石的部队当时还不在重庆的内陆，哦，沿海各省拢是日本所占领，哦，中国根本无出过一兵一卒进入太平洋，所以讲中国是战胜国，是到底安怎讲？是跟着美国人的尾巴。电梯了哦，哎，现在啊，打败仗是战胜国啊、哦，主要是这边在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蒋介石爱用个话个时间，但有法度把一小部分的军队送来台湾，其中还阁靠美国的海军来运，哦，但是伊来个台湾哦，必须以战胜者。来统一台湾、哦、嘴巴说是同胞，其实你是敌胞的、哦、这个吼、哦、完全来占台湾感觉哦，213年把台湾哦弄化成敌胞敌民哦，完全那包括完全的领事国家哦，这张相真重要。
这酒怪小的无对，即这支国旗是啥人的？苏联嘛，吼，这支美国嘛，啊，这支车联牌嘛，啊，这支英国，这个中山灯，吼、哦，举行受降仪式，啊，就会好消的嘛。盟军怕呀，这张相片吼，我想应该来搞。到咱秘书长吼，回国去发挥一下，这是历史的记录，伊是向盟军投降，不是对中国投降，要注意。这岛屿的图是台湾的受降仪式，有四国的国旗，啊，请问台湾第一日本的国土？是日本国土的一部分，哦、对战败日本，伊的土地予人占领，对台湾人民袂使讲共和，那叫做共和，唔对嘛？但是占领军，那叫做共和。共和伊都，即句话伊都徛喺度咧，用在讲共和。哦，不用到咱在做落咧，家己爱注意，哦。所以十月二五袂使叫做共和节，啊，啊，要叫啥物名，家己想好，啊，啊，刷落去产生二百大菩萨。1945年十月二五，中国兵开始飞下来，到啊1947年的日本，经过一年三个月那尔。全台湾就爆发二百，哪会台北发生、台中发生、高雄发生、台南发生、桂林嘛发生，哪位拢发生？迄就是中国人的水准不够低，哦，都是因阿无钱，一个草鞋布鞋、草鞋布鞋，哦，啊，顶大顶头，大人来像那。打铁筋呐，又打后边打铁线物件，安尼安尼，啊，火又灯带哦，迄、那个日本兵就拢有这个灯号，哦，啊不不两方，啊就过来啦，啊不哦，你也知啊，好男不当兵，好铁不拿兵哦，来做兵的东西，我告诫你哦，拢唔捌字哦。这个农民不管几年来台湾办企业，全部都是文盲。我讲一个实例啦，我一个同学给台湾新南医院一个同学，是转转不会转。我讲你啊，你这样死就转不会转，叹息都无去转的，哦，啊你关注他们去转，啊你老百姓呀，还把人家打个贡献，死转都丢。你讲因阿即是金人，金门的金人。我讲你阿即是金，阿、啊、你来信转。你讲何处话讲金两点金两点咁快，所以唔得钱，对不？阿来台湾才开始学字学写字。啊，一个咱台湾的生活水准，亚洲第二高。输日本啊！尔，哦，咱的国民所得是赢起中国，不能十八万啦。啊，但是因来一部四万，甲你换一块，印钞票了。所以，阮将来统治台湾嘛，我经过13年，才发生有人起义的代志，安那的？国民党来管台湾，一年三个月，全台湾拢爆发28事件，这是奇葩。哦，接新竹、台中、嘉义、高雄，叫人恶跟进，咱全台湾人拢出来抗暴。啊，中国人到底是什么人？在上海租界区吼，常常有一个招牌，说中国人与狗不得入内。嘿。
我伫读小学嘅时候，阮咧老师讲吼，迄西洋嘅即个讲中国人如果不得入定，讲到气到要死。然后我迄阵嘛对伊就气咧，尾就奈在奈结果就在一起，知道吗？那个狗就在了，无啦，狗看到树啊，就来放尿，啊，来放屎，中国人该去同款。所以中国人愚狗不得入内。我伫美国读册时阵，伫迄个马里兰的迄款的巴尔摩，巴尔摩迄个约翰霍金斯大学做个历史悠久的学校。啊，巴尔摩迄个学校的诶上北边就是Garden Parkway， Garden Parkway。那边和北边吼，迄个高人拍的是600公顷，600公顷很多，吼，伊迄个一个峡谷哦，就花园社区啊。这是1901年、1909年的时候，高人这里建筑师哦，规划一个花园社区。这规定啥物？中国人、甲欧人袂使入去住。快，OK。这都是有人证实的哦，这句话不是发生在上海那里啊，啊上海的中国人真多嘛，中国人较高袂使进，啊今晚嘛是同款哦，今晚你袂使穿中国货，所以大官大官跟你开始哦，这个案件发生就真多件，哦。所以中国人无论在各方面都无法做甲台湾人来比，然后用中国人来统治先进的台湾人，所以展开全面的大屠杀。你若甲伊同款哦，拢生活落后时阵，伊抬你要做咩？啊，甲你抬落落，甲你钱抢来啊！哦，这中国的生活，这有迄相片嘛？你看知影几款人？中国人，哦，叫垃圾。就该就派来，伊在伊输。英国对平对付敌人，国较凶残的方法来多杀台湾人。下毒手的对象，就是一个同胞，有计划集体屠杀。台就是拢是领导阶层的精英，高级的知识分子，于是国民党的党军连台湾啊，连领到最尖端的三八线消灭，阿哩就无人来领导。这个三八线这个数字吼，我是为多提出。这个书名大家拢知，已经伟大写台湾历史的，第一本书我看五遍。书名北京做共产党的军队，去拍一个国民党的国的村庄的时候，很简单，这个村庄该接起来，来对破土沙发式开始了后，学校长啦吼，镇长啦，什么长啦吼，哦，开始了破这个。都是恁来管，强的人拢会开始啊，就做起来，开始三八线。啊，台湾人是不是有三八线去用开始？你里边的统计，咱去用开始的人，第即卖政府的统计算是300000。但是，我哦咧网络哦，十几年前哦，20年前我就网络咧查。在华林政府网络查，查到一个数据：1952年的时候，有户口破查，破查有发现哦，有12万人，有这个户，这个人名，啊，有这个人，有12万人人口失踪了，把这户去省议会，由省议会来涂销这12万人的数据。啊，12万人加3万就是15万人嘛，
啊，咱即阵台湾人口达百万嘛，啊，六三六一四八叫做三八线，叫破釜三八线，啊，拢是经上强的人害，哦，啊，一个迄阵警备总部柯远芬，伊公开说出，宁可狂杀九十九个，只要一个真正的就可以了。你看看，这款哦，台积高才高呀，那赚几年今年多好呢？出来人命不如狗，所以乱世人命 不如狗哦。还有一个上个隧道，伊在一输到个鬼啦，对华雄群众开枪，啊，这哦，这是我们说的八个哦，一个。哦、我替你把你手给你送给我有这个记录、哦、啊，他把你杀在海啊，杀在海中间还有一个人逃生，他说他就不用替你送给他把你请来海路、哦、这个地址那是本来以前我是不给你228.SYYA.org 这个网站哦，无敌一般的记录哦，来抄起来，啊上网看下，看要不这个物件伫个内底，来叫人消灭起来的。228.SAYYA.org 这个证据是什么证据？有一种趁机叫做打牡丹，什么叫做打牡丹？咱普通趁机拍出去，有的人他就承接这个人的人体出去，哦，啊打牡丹是，就去这人的人体来，怎么来对爆炸？这是真无人道的，哦，这英国人发明，在印度生产。第二世界大战是禁止使用这个无人道的物件，哦，这个打牡丹。来，不急啊。哦哦，接下来打牡丹。哦，打牡丹在1899年海牙公约规定禁止包括记录原子弹。因为你普通的枪击拍在人体，就老的人的身体来对，但是打牡丹靠到人体里面，人体来对就会爆炸，破坏组织，把器官扯出体外，等于再度更严重的伤害。这是无人性的枪击，但是中国人提出枪击来对付台湾人，哦，够笑的，我你看。哎，这是我这样，你看看，今天闹，规个头壳拢翘起来。这是中国兵在台湾，看台湾红包啊！你看你一朵就手腕，一大木蛋，你不看这些相片了，就变手机。哦，这好处理，大家拢看，好、哦，好、哦，这我来去找这地咯，哈、哦，而且保气膜啊嘛，哈、哦，下面地，哦，还这帮人管，这拢是打牡丹啊，吃卡拉吃台湾人吃卡拉吃正常嘛，这唔来参加多啊多的。有一个齐世光先生，二零八的时候，伊在台大延平大学，就即马无延平大学，即马有延平中学啦，哦。伊讲台大是干那正，哦。所以台湾人就设立这延平大学。中国人管理下，这个大学变做延平中学，哦，还怎样接待？中国兵将台湾人。无缘无故集体枪杀，
边枪三年哦，先把台湾那个口袋给掏空，当地的钱拢来顶靠扛哦。手表拔下来，西装长裤脱下，鞋子啊我换过，然后 pass。那我这款这里我最准的一个一个用途，用多少靠就最准，这就是一礼拜。阿毛太郎头的台，然后华台的三叔，中国兵看不顺眼，把我剃发，称给手首长，剃发为首长来称给。高伟郎一串，阿伟为脚跟。啊，徛喺海海边，啊，真枪跑了，全部人拉在海，安尼颜面证据。但是都有一个幸运儿，一个生存，一个林木基先生，伊讲你中国兵情我破铁战吼，来冲个球，至少我破铁战。这个是。这是由最后一个项目，也先通过首长活动。一个地方讲我们红星啊，这一个企业啊，这一个1994年阮女士啊，阮美珠女士啊，啊，以接触跟接触你里面的大象啊，啊，拍成纪录片啊。这阮美珠，阮美珠我有给你介绍的。中国国民党的党军把人绑票之后，把这个人抓住了。各有下一张字条，可以再把这张字条传给引导，引导讲，我这个人请给来人3000块，我一人3000块提出来，啊，这就是，要给你衬衫以前哦，我给你勒索3000块钱，这个我就换了，换了台词，勒索。啊，有的尸体哦，等下海，有他回避叫领导讲来部分尸体乱乱置，这就是台湾的经验啦，哦，所以咱新台湾以来，我托他台湾就是咱的领导者，哦，重要开始啊，哦，所以各位咱起来听。但在美国人发大有注意，这就是林志升的国民的政府发大有注意，你怎么台湾做什么台湾？做我一个垃圾的中国人来，来个下面一页。第二摆了后，无人讲伊有后遗症，但是我伫相信落去哦，我特别注重心理的分析的问题。哦，即屠杀了后哦，有后创伤症候群，那个这种病，就是这种病哦，你也怀不过。啊。伊可能看到人杀人，哦，还是伊家属向开始会看到这代志。当对中国军队凊彩杀人的时候，这个恐惧无助感，哦，这个会常常哦，连谈话对象的亲朋好友，说在台湾人之间哦，弥漫着剧烈的恐惧跟无助感。这东西228的屠杀的后遗症，你要知道，咱今晚的讲话哦，跟人讲啊，台湾人拢安怎样？在拢安怎样？哦，拢惊死，
不是拢假死，这是228屠杀的后遗症。哦，我按你较其他的方法来分析，这是后遗症，这个后遗症。咱在细汉的时阵，咱在唱的歌，口条较侪，敢毋是？口条较侪，为什么口条？咱不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吗？咱不是一个快乐的民族，咱用多少都会使讲，所以唱歌唱出口条啊！安尼解释会通的。阿你都知道咱为什么这个民族受到重大伤害，就是因为伊哩办大屠杀。我都讲，靠掉。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用台语歌曲。我是拢是用个悲乱、痛苦、命运的无奈，哦，我都爱忍耐情节，这跟二八大屠杀是绝对相关啦、啊，哦，这就是呈现台湾人被压抑的集体后创伤症候群，这那是你单一个人这个状况的。咱的歌词今麦有较进步，较少年的较进步啊！哦，啊那老的也阁是咧唱落，靠调啊！来下一页，啊，阁刷落去，弱化教育，依赖咱弱的弱化的教育，为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哦，我们中国式的公民三民主义。中军的孔孟思想，包括这块来弱化咱的教育。啊，第一教完，今阵外省人来做教师的好用。咱连日本时代，咱台湾人的识字率70%，但是说爱教书，仅3%的人班级也中国人来做老师。中国人不止3%，啊，这个数据是真诶啊！你看咧，真诶，台湾人咱70%，伊咱30%，咱台湾人你若无去读书吼，违法，警察就来领导，啊，你诶囡仔来无去读，爱叫伊读，强迫国民教育。所以咱70%国民级，啊，中国咱剩10%败级了呀。因为你若要读书，会使啊，来私塾啊，交钱啊，啊，搁爱交钱，啊，搁私塾，所以10%真正常啊，哦，在国中败级。所以咱。退步，国民党来了，咱退步是必然的，因为伊强力推销中国式的文化教育。台湾人要做好牛哦，登天台难，这现在设计有，但能做好牛啊？哦，他那以前哦，我得好好对，对不对？美国对人民的教育是。国家责任荣誉，这个物件放在这个台湾来哦，给这个领袖主义加上国家责任荣誉啊，注意哦，领袖及主义优先于国家，这讲这弱化教育嘛，哦，那普通时啊，无啥得注意一寡，但是这寡就是弱化教育的基因。这个台湾人的国籍较玄碎，国籍就变讲啊，咱迄个台湾秘书长讲啊，真多啊，哦，什么叫玄碎？玄碎，咱搞税金，你处处税，
你收入有所特色，哦，你有各种的税金。啊，什么叫做学税？学税这个物件哦，是荷兰人来台湾的时候哦，对台湾的一波多挖到下的人，讲你来做阮荷兰兵，啊，做荷兰兵，被阮荷兰人徛在头前护士，哦，啊，不要那个，这护士的这个兵哦，这个是税金的一种，叫做学税，啊，这里、个。中国人来，同款，咱这款人哦，听讲伫高雄哦，有去掠一挂路边案，哎，我见他少年，了解，哎，他少年了解，做，伊在伊私底下去，也去做啥？做中国兵，国共内战，啊，变就伊在伊私调去中国，哦，我调伊台湾人，这个就是血税。台湾人就快就来台湾，马上爱台湾人服中国兵役，啊，这番是违法，咱这番知影，哦，咱必须要跟他讲个清楚，说这些人对台湾人扣血税，哦，去参加中国的内战，这是严重违法国际战争法，咱嘛是爱讲讲，话大有道理，咱嘛是别问。老美，所以咱最后要够一向控诉美国，哦，而且华台又对，您对台湾做下面下面待遇，就该就会来接管理。伊来个台湾通敌，伊有一个方法，哦。时间一个一个大啊，少数民族在统治大多数的民族的方法就是分化。完全在台湾统治的时候，把你分化出做下面，咱有几个族群内斗、族群斗，叫做江泉岛、漳州人跟泉州人。民族厉害在，闽客斗，婆罗人跟客人都跟太太，好、哦，县级斗，中华官跟嘉义官都一台，好、哦，族姓斗，姓里面跟姓单的都一台，好、哦，客斗，客家人跟客家人都一台，好、哦，同业斗，拢比比拢去，拢去做福利哦。你一排跟一排都一排，哎，那咱那推个这条路，那大家，安尼，反正政府员叫你抬你就抬，哎，一号五号八的，啊，我做大官呢，我讲你派去，其实不是讲，伊跟你讲你派去，哎，伊跟你讲，啊，恁两个都别拉嘛，啊，恁太太，啊，太太，恁阿姨有啥物事？哎，恁那小台哦，见戏的哦。但是，啊，死了后，你就无法度反抗我官清嘛。啊，我这个肥佬，县太爷的肥哦，我就比较安稳嘛。啊，就鼓励你内斗，啊，就叫做分化。啊，这款有在分化无？嘿，也是有，甲款哦。咱今仔日听这个蒋教授在讲，比较作文哦，上大群的俄罗人。即、这个台湾人的待遇，我咧甲你，我咧讲，哦，恁有钱办，出来人拢贵个，原住民什么十几个，啊，客家人较侪人，才三个，啊，那因哦是根本做钱，哦，这个是文化，哦，就这个。所以台湾人对家己的家己吼，如果政治不使插，哦，因为向太强，这是嘛是第二代的后遗症，
来甲你讲，啊，政治无插，哦，所以这个这个代志哦，举一个例来讲，一九四六年，一礼拜以前，有一个省议会选举，有1186参选，但是一九四七年二礼拜了后，剩140人去参选。这数据就是讲，拢纠结于政治问题差，安尼140人，讲大部分拢是，就是来单位的吼，去参加较侪啦，吼，袂使拢来大家。黄和平的方式是公然处决，吼、哦，啊，当然蔡奇亚都甲你切杀，吼、哦，这是间接达成威权。让人哦产生寒蝉效应，哦，进一步台湾人逐渐被奴化，台湾人一步一步叫人奴化，大概咱这个人是无奴化的人，不来吃。啊，我把感官观念下就是李光光有一个出版了，哦，来下一页。这个概念的零是1949年5月23日、哦、宣布，大概1986年5月23日为止，期间有46年。但是这是全世界上久的这个界定，哦，垄断公务员人员的任用。你若要做公务员，一律是外省人优先。台湾人退后，你有空缺的地步。第一二零八发生前，有21名台湾行政公署21名的高层人员，甲咱用一名，啊，一名教育副处长第二二零八我叫台西。啊，所以在表面上公正之下，大开方便的特种考试，假种特考，阿古朗通这个是假考。我还记得，我去准备考一个会计师，哦，真困难。这考一个师，考一个师是一般哦，要。一年了哦，调两个了，调三个，啊，但是后面门开起来哦，是100个、200个，什么叫做后面门？你读军校的，大家拢读书，啊，你读大概无较怎？哦，会计书哦，读书，即款就解决了，拢按个咧方便。啊，中国人培养读书，医生无你该规定。来下一页，律师考试在1960年正式的，每年2名到3名，背后大开方便之人，哎，国做给国大代表、立法委员、军法学校毕业等等特权，都会使委任你。刚才做的，更加进一步，台湾的工商的水准超过中国真多真多。当时是越南的发电厂是亚洲上大，但是技术官员的人用，台湾人无可能做主管啦。啊，中华民国的七七八十找无到管人才嘛，连找个相关的人才。差不多在咱的小初期发电厂，就是真细间的发电厂哦，迄款的人人哦，他做起迄个工程，来做台电的总经理，台电总经理就是啦，就真出名的，真人，那是去中国当本来就做个小电厂啊，无主任，他来台湾做台电的总经理，你看嘛。
无道理啦，吼、哦，真无道理，啊，但人袂使做，啊、哦，啊，这个特殊联合国，啊、哦，特殊联合国的代志是，当时美国哦，有派马康伟大使来见蒋介石，啊，两个讲话，但是讲话哈，因讲话啊，因头壳哦，蒋介石头壳哦，讲。汉贼不了命，啊、不了命，啊、你你就变成贼了。人家是汉，所以叫踢出来，被叫踢出来，叫逐出联合国，你是你不是自动退出，而是逐出。所以台湾从此过着哈国货级的生活。来下一页啊。1971年十月二五，联合国通过2758号决议文，正式决定由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中华民国，代联合国代表中国政府。我讲中华人民共和国。个政府是联合国来代表中国唯一合法的代表，所以各国把中华民国转交。哦，当国际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978年12月16日，美国宣布，把中华民国转交。这代志吼。这就是这块叫一头壳哦，容易烧坏。这块容易烧坏，这汉贼不两立，阿多安尼，阿当要从派马康会大使来跟你讲，你会熬无，换一个名就好啊，干呐，阿甲台湾人的利益放在多位，多么好。来下一页，这就是400万一块。四百万一块的意思，我讲一个较简单的例，一台电池200万，就一台电池，包括400万一块，就是你来超过10块的早餐的，一台电池另外的，5×4=20嘛，200万，400万一块就是安尼，你食一顿早起饭50块嘛吼。我十块都有价值，就在从200万的变成小变化。啊，那呀你，那差也多。快讲哦，这个哦，这发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刷，中国兵就来台湾，但伊就讲，用日币哦，莫，咱来用新印象钞票，对不对？台币，就是今嘛叫做古台币。古台币计单一块古台币等于一块日币。你的银行有存款一千块日币，等于台币一千块。安尼，看起来当然合理啊，合理。马上哦，叫人哦去纽约。去印台币，印偌济，印偌济个唔知啊，但是开放去讲话是250万提250万就是啊，我来者，前面是啊，来260万啦，开放去讲话是，我为纽约空运来260万。哇哇，现钞可能用嘛？但是迄天哦，有一个中国人来个台湾银行，收纳窗口，因为一卡片箱内底，内底有装有300万如假包换的纽约银的新钞，把钱全部存进去。哎，
台湾银行的总经理讲，我今天交款260万，啊，你哪有300万？伊讲我是做主文的啦，田正义长。所以台币发行的头一天吼，咱的货币就去用吃一半去，10块变5角，10块变5毛，这是事实。哎、欸，啊，这个是哎，这个等于不是呆瓜呢，很聪明的。等于讲，哇，你啊你，我做台湾长官公署，啊你啊你，给我钱吃一半，然后你就印钞票，你给你买印钞票。印一块钞票，愈印愈多，每一公也一块，6几分、1000分作为，政府给你好。啊，即款台湾币有拢买无啊？啊，即款我咧一斤黄金啊，起个10块，都无偌济啦。10块，万块，我拢爱买。100块嘛，给你买。100块嘛，给你买。40000块嘛，给你买。把台湾的财产拢买完。咱会知影哦，第二次世界大战了后，咱的流失是绝对惨重。安怎讲？迄阵大东亚战争，船无法度他们开出，收台湾收的流失，放在贵人高雄的港口，唔敢运出去，咱唔敢运出去，出去的船哦，拢要美军落定落，啊都。中国拢也是流失，哎、欸，破啊！这个当年看上导游，破一代一代，甲你分去上海话，变之意的，哎、欸，啊，这个后遗症，后遗症是啥物？这台湾有40000一个，咱台湾人一个善恰啊，啊，你讲你有偌侪财产啊？你讲你即马有钱啊？啊，我40000甲你换一个，啊，你出偌侪？出门就讲，哎，改过来，钱拢还有抢掉，啊，这40000换一块，是一块，啊，台湾币散了，毕竟，啊，咱即马都为台湾散的成功无话通称咯，啥物咱都讲起唔对，咱以前拢有话通称，中国人来后，甲咱的话抢走去了，咱都无话通称，啊，但是。我讲一个，中国人吼、哦，这套家己恶去呢，但伊抢台湾人的钱吼，想恶去呢，蒋介石爱钱的人，一般爱钱，蒋介石去发行吼、哦，金元券，金元券你捌听过哦 ？As good as gold， 我这个钞票甲黄金甲款。啊，规定做一工，你若无来摕恁兜的黄金来换，我就甲你抢出。好、哦，迄工哦，到我迄工哦，哦，逐个排队啊，我都哎，哎哎，政府在宣布讲好，延一十工，啊，一定都是，然后刷了了，快去快去买，甲黄金挖个时间去，你抢会两倍。啊，这个黄金要到到几多？然后到了台湾，诶，这科技啊，哦，我家一个我也办法去用两米，黑小刀，啊，伊这黑小刀的黄板的哦，做海军的，嘛叫别个，伊讲伊就是在运钞船，哦，即卖拢迄个，等于放在新店的什么都位哦。哦，金毛，讲迄个运钞船哦，为上海运出来金毛，不是来台湾，先去菲律宾休，他做什么代志你唔知，但是很受的是，1949年，蒋介石是不是阿达玛孔古力个台湾，甲黄金藏在台湾，敢有可能？台湾嘛真危险呢，伊要甲黄金藏在台湾无？无可能嘛，咱用我们头壳
他好维修的单，伊无可能个已经不在台湾，伊运气依然未做单。有一年，我听陈思梦演讲，陈思梦讲有去新店的迄个，伊运气来看，后来这种光景杯停顿，我这是一个，你也卖不出去嘛，那肯定怪伊个物件。啊那纯金九九九的黄金哦，在花多位，所以这黄金来台湾的机会是零啊，因为金旧的啊，所以这个制度啊 ，Q Q 就我来学啊，基本啊一学啊，而且啊你好，啊你那既然先跟我讲一句，感谢各位。今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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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耍落去哦，分做五组啦，平湖组五组来来啦，上大人口的一组哦，下面一个教授。哇，这里这里就是，大中有上，人口上对吧？啊，一个吼，安尼啦，我规定啦，遮大中的人，咱们一间，哦，啊，坐落餐厅，来啦，哦，啊，迄个会议室，哦，我窗仔我坐外口迄会议室边头的吼，会议室吼，诶。台中台南家居哦，啊个刷落去，第二间叫凤梨间哦，宜兰哦，花东啦，啊个上尾就一间哦，啊个就高阳，哎，领导也高阳啦，啊，安尼大家以后互相相待的。
车啊，你爸爸。我看到
包含了哈，台南咯，啊，我们过来参加了这¿Cómo?
今天是咱要甲大家探讨的是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这个咱来大家分有一张行政大革新啊，透过老板这边这边的来由啦、是咱公共文啦提供啦寄来我昨有甲清志讲，是毋是这个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有相当的关系，所以伊也讲会使咱提这个给大家来探讨的，因为我有去收到伊这份资料。当然，咱这个在探讨这个问题以前啊，咱大家想看卖，这是马政府的监察委员所提出的。第一个，咱要讲马政府，伊做无到，咱做无到，伊家己第一名的监察委员有列出这个弊端，有做到无？做无到，就是做无到内底啦，个真大的问题，尤其是第一点，大家看，伊这有分三点吼，大家利用几分钟啦，稍微甲看一下。伊第一点内底啦，我简单来讲，贪，就是这个掏空国库，是国家的财政啊破产啊，第一点，咱也在阿里讲，我现在例子来讲。第一，无经过预算的制度，伊为了要买票，公务人员要打他，这不是现的事实。就危险的代志，无含制度来，伊就认讲，伊要安尼做，就要安尼做。第一点，第二点啦。公务人员，甲遮个做民意代表，因如果因为伊不会将四分做做政治政治三，所以讲完全执政要完全负责。因靠好人发出来，但是有做到无？无做到，因为靠好的法案根本就未过，因所通过东西啊嘛，拢是刚才所讲的要掏空国库掏空国库变做选举的考量。最近几年前，因不同过一个离岛啦、交通啦，变补贴偌济，30%，大家知影无？这是拢是啥物？拢是买票的多少行为嘛？因这个公务人员是变做啥物？应该变做专制，我们自己来列一些条款来自回
啊，那个前面那个公教育公司、电力公司啊，各家里有新的这单位，拢家里连一寡高康的，有诶上菜对未？有诶都拢是私下的代志啊，台北市的人都有这个感受。我即摆是住伫南部，但是台北市我住伫五零。我开车来台北市，啊，有当时也到天气，礼拜六礼拜日，上头风五块的天气啦，当就是讲，啊，到台北市人安尼讲，咱五块甲天看卖。我叫人看你走，啊！这就是什么情形？咱也了解讲，伊所写出来公告安尼写，因为伊花车嘛无私人嘞，啊，公告是公告，啊，拖下交款，啊，咱搭配一边，啊，你都爱用车，你敢我骑你遐大会？啊，这那是乖乖那大概在里头，所以这以这款呢，各单位单发动也碰过，各单位咱的发单伊拢不着呢，啊，这就是发不着的好处，所以咱会了解讲公务人员。啊，甲伊第二点啦，甲这个叫做民意代表啦，他伊是干到的，但是干到一变啥物，自卫啦，家己设一寡条款，家己来有这个啊，这个好处，啊，这拢是啥物，啊，这拢是完全执政要完全执政，过来第三点里面啦，伊讲着讲。公务人员的服务法的问题，啊，就上啊，平等的人讲，依法行政啊，哎，那碰到伊的代志，拢怎么样？讲很大法官解释，你是违宪，啊，你是不合理的，纠正改善。伊也唔睇，咱会感觉讲，面顶的人都违法，即个公务人员，啊，都上行下效嘛，因安怎做，面顶的都会使安尼，啊，阮咱会袂使安尼，啊，这就是事实啦。伊看的健保费，一直唔交。我甲想想来讲，咱顶一期健保费用的计算方式，哦，伊就去采用现金基础来做财务的计算方法的基础，因为有前额基础加现金基础，伊就是用现金基础，啊，我就无想到，啊，现了来了偌济，所以爱批什么？健保费啦，大家都爱拼，啊，这就是啥？啊，这就是我的想法，认为伊就是这样啦。但是台湾人的总统所推行的各个政策，要甲你破坏，认为这个政策唔好，啊，等于直接要甲你破坏，啊，互老百姓讲。啊，来建保费一直起，一直起，事实上，因遐唔走，大法官解释，拢爱安那，爱唔过，啊，无法度就是话，啊，你公务人员，哪会变遵守啊？迄、那个要做啥？公务啊，你话咧服务法，一定无可能嘅代志嘛。啊，你变做安尼，我会较。
那是这个现象嘛。啊，所以讲啊，等大家会滴看出来讲，如果这个要做啥，吴鸿山这个侦查委员啊，如果讲啊，等伊提名啊，爱来做这个代志，伊发现这个问题，伊反伊批，伊反伊反批安怎啊？批改善，批做应该做的方式代表。啊，那无伊干那怎么啊？来，伊可怜啊！伊干那在想讲，我对伊人民有一个交代，留一个好的名声。我啊，以前我伫什么时阵，我都发表这个意见，啊，都伊这个也无法度，可能我的想法是安尼啦。啊，所以讲大家，我停啊两分钟，大家看有啥物感受啊？大家来啊探讨啊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今天咱就来结束，咱来进行咱本次的。我都啊，等啊，等会计啊，制度啊，甲这个内部控制的问题来探讨。我大概有这边意见。我想还是那件的话，可能被问得不完哦。不好意思啊，等一下，我们可能那个林秘书长他可能也有太方便。我，但起码就是讲，对我大家了解讲，这个议题啦，跟啥有啥物关系无？当地就跟啥，跟财务预算，绝对的相关的、相当的关系。所以我接到啊，和啊顾问他啊和董监啦。我认为啊，甲陈志刚，这是大家来沟通一下，好啊，好，讲好，安尼，所以讲，咱开始的时啊，来谈一下。啊，我看，咱，哎，好，正如我讲的讲，咱我所看的公务员，大部分拢是靠山吃山，靠海吃海，吃人吃地。哦，所以才会安尼，这篇文章看啊足贴切。虽然这篇文章我啊有发表时，我都有看着吼。啊，我有放一本《桃园趣》来遐。我放我本来不能说伫这个所在，哦，伫这个所在的时吼，乌边写的迄《桃园趣》来，唔知向谁看啊？我把这摕到倒来吼。啊，另外这本来滴，我是将《桃园趣》来遮吼，大家流传者。啊，这来这有讲着讲，这讲关于，吼、哦，因国民党诶贪污啊，甲啥物程度，吼、哦，我这来这摕来这有迄图，大家显显诶吼，啊，显诶就知讲，偌严重，去贪污甲啥物程度，我足严重诶，讲中国文化就是讲贪污啦，五千年我再来干，吼、哦，这款是咧讲头诶，我讨论做特定诶时观察到诶，即啊，公务安那公务员安那吃人食。啊，偌好当！工人呢，挣一张纸，我6万2000块，一张纸我使3000块。叫我去过以前哦，嘛，搁花3000块，才6000块尔尔。叫伊是6万6000块，红中6万出来，啊，几对对，拢对特别分分起，哦，看着拢分着，哎，更加严重，我补充一下。就感谢咱华总理啊，这个补充吼，啊，咱的了解讲，咱人民交的税款的一个税金，拢足浪费的，安尼乌龙一下就啊支付了，所以咱一家大家要来受苦的目的。就是家己每一个人拢有家己的责任感，以后你来进行公务的时，你有去想到哦？
啊，这个问题希望大家爱给你心来。第三讲，咱连秘书长讲，后摆两个政府，大家拢在看，咱的政府、民政府是不是做啊做到公平正义？所以这点大家来奉献啊啊！最后啦，这个啊，咱这个议题啦，我要讲一个重点，那是台湾总统所做的会发展，拢。现在的政府都把你背过，咱故宫分院这是一个很大的实力，发展南北平衡，发展地方观光，应该政府要有很大的责任，但是这是以前政府做，我都把你背过，我看咱那南部地区的乡亲拢记得清楚，这就是什么？这就是讲，因那是咱台湾的总统所做的政策，拢甲你出问题，啊，互你袂去执行落去，啊是根本都无咩。插销，所以这个大家后摆咱咧执行的事啊，做公务人员的事，爱去心内爱记得讲，咱得予人民感到满意啊，安尼咱民政府会一直啊照顾落去。啊，其实啊，咱民秘书长讲分两个政府。啊，一个是当民政府，一个是啊啊流亡政府啊是存在啊，安尼是大家都爱用心哦。那有心一定会成功。好，把这个议题大家结束，咱即马来进行咱今日的啊啊，今日可能时间的问题啦。我可能会讲到啊个案啊，这个啊这个同事间这个啊讨论，我可能会讲到这个状态。啊，佫说落来，可能我就以这个后期啊，这个国际财务报告准则的概念啊，可能后期啊再来跨时间的专访哦，啊来。啊，来讲安尼。啊，咱即摆在讲会计制度的重要性。啊，会计制度啦，是啊，但是比起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跟其他法院的要求之下啦，各企业机关啊。啊啊，甚至于啊，集团在我制定一个会计循环啊，个会计政策啊，方法的选择啦。那么在不确定情形下的估计处理的啊一些啊作为，这就是讲咱会计制度啦。啊，咱大家在想讲啊，什么叫做啊？咱即卖较无了解讲，什么叫做是一般的？公认会计原则，一般公认会计原则，咱会使讲，第一就是讲企业个体，企业，咱这个会计啊，是这个企业的做为准，这个集团还是这个地方的政府，还是这个啊国家的政府，拢是为一年一年一个要做。啊，个体啦，因为个体为原则啦，哦，一般这个，
还佫提啥？继续经营，继续经营，这个啊，假设这个原则，这就是咱的有多一般一般一般公认的。甲快诶，迄、那个货币啊，一致哦，货币一致啦，就是讲啊，咱的一月初一100块，一笔小包啊。甲十二月三十一日也是100块，啊，货币一致哦，这个完成。啊，过来就是啊，咱这个在买的时啊，咱是用大一大还是一公斤啊？这个是啊个体啊，这个就是货币单位个体啊的一些假设。哦，啊，过来。啊，咱所咱咧讲诶，就是讲，稳健原则啦，成本啊，效益啊，原则啦，啊，即个拢是咱所讲诶叫做啊一般啊公认啊一般公认啊会计原则哦。啊，咱即摆要过来讲会计制度啊影响诶。一个单位的财务报告就关，那么啊，是否可靠了？因为应用决策者哈、哦，对这个诶这个资讯的品质，因那种通常讲，咱现在诶效率偌济，啊看报表，实际上啊，咱啊会讲执行长、讲财务长，这两个人因。一天都要爱报表，好像说哦，咱个有做一礼拜啊，啊是啊两礼拜啊是半个月，因都要看这个报表的原因就是这样。伊会马上知影讲咱现在的经营的成绩安怎。啊，所以讲咱啊会计制度定好啊，啊会影响伊这个发展。啊，关键诶，品质好吧？啊，诶，那会使讲，咱这啦，啊，这个会计制度那代表啊，公司啊，那咱这个啊，单位啊，诶，未来诶，这个经营诶，啊，等等诶，诶，价。啊，再过来啊，来讲。啊。会计制度甲这个啊内部控制重要性啊。那么，咱即马啊要讲啊控制啊是内部啊咱这个啊控制是啊咱企业内部机关对财务甲啊营运上的迄个治理的这个叫做啊制度啊，会做重要事情。咱这个就是咱监督机关啊来这个内部控制啦，那咱啊咱就是说咱啊，对，就是啊这个都政府单位啊对会计政策的落实。那起码咱来讲这个会计啊会计政策，下面就是会计政策。咱讲讲，咱。编出来诶，这个政策是啊，对象，咱那个公民法案呐、啊，啊，咱编出来讲预算，咱达到，那么，咱如果有这个整体预算，不能啊低于30%诶，咱那个啊预算比，咱编这个，啊，这个就是啥？这个就是会使讲咱的会计政策。哦，啊，咱定出来这个，咱就爱来用这个方式来做啊，效率啊，做这个啊，跟效果啊来做啊露出，啊，这东西变做啥？来做控制，啊，来做控制啦，啊，这两个呀、啊，就是我们可以说是啊，内部的东西。啊，重点啦，在会计这头是一个理想达标准，啊，来做控制是一个干部的过程。哦，安两个呀、啊，是啊，但也要开工，对啊，重要性，动。
啊，即摆我来讲，内部控制啦，主要的目的是要杜绝什么舞弊啦。啊，这个等于是舞弊啦，是内部控制啊，最重要。啊，即摆舞弊有两种，哦，那就两种，讲财务报道舞弊，啊，加这个挪啊，这个挪用加这个清单。啊，这两种啊，咱啊。过来看啊！即摆就是讲，咱来看财务报告舞弊的，伊就是啥？管理阶层啊所涉及的财务报告舞弊里面有两种啦，就是讲。盈利管理的，啊，这是啊管理阶层，管理阶层的人，他收益说定爱安安去调整这个啊收益，啊，下开人就是去调查啊调整这个收益，啊，这个就是伊通常哦叫做执行长跟财务长啊，看伊的营业好坏。伊的年薪甲伊的奖金啊，拢是咧看伊的迄个今年的营收好坏来做判断。啊，所以讲，伊指挥下骹手的会计人员，啊，会计人员会接受啊来做这个叫做盈余啦，来调整啦，啊，啊。要一种的方法，就是讲收入管理啦，这就是讲，这就是那个咱第六次提出来讲，讲迄、那个咱啊健保会啊，为什么它采用现金基础的负担方法？哦，啊，实际上。现在世界先进的国家都采用了权责啊基础，啊这个权责基础，但实际上但健保会应当还是能够不涨不增加人民的健保费用，还可以再维持运作。但只要啊，这里、个、那个官员的回扣啊，或是一些稍微支付的制度稍微改变，那可能但要再做经营比较。啊，因唔是啊，因即摆主要是咧北向咱人民，可能大家都是怎么样？赤贫呐、啊，赤贫哦，恰贫。恰上就对了，方向上的啊，对。啊，咱今摆过来讲第二个挪用加侵占资产的舞弊。啊，这啊，咱就清楚的。啊，大家说，大家在讲，全世界一个政党上好嘢是啥？中国国民党。啊，伊拢是啥？拢是用这个方法，伊都表面甲你讲某一个单位来招的，啊招几年啊，都讲啊这个单公共的单，或者单关乎你啦，啊因政府拢因来做啊，啊这阿爸拢因来吃，拢必因来财产啊，所以这就是诶很典型的一个例子，啊这等下。内部控制监察单位以前拢因的人嘛，啊，监察单位伊呐唔迄类，啊，也是无法度，所以讲这啊，咱诶就了解，哦，啊，这就是内部控制的啊目的。啊，内部控制的方向啊。啊，大部啊，天数啊，诶，风险啊，
咱即摆就咧讲，迄个舞弊的风险的啊来源啊，有三个啊动机啦。啊，第一就是啊，迄、那个啊诱因啊，甲迄个压力就是啊。当然，咱这个啊，会使讲啊，管理人员甲这个其他人员是故意的啊，故意啊，是搁遭受一些压力啊，反正这个压力啦，很多种，本身自己啊，可能一摊五万块，要开十万块，那当然。一定会发生这个舞弊的现象，啊是明辨交代，我感觉这是足严重的。我一直感受到讲，咱的很多行政制度里面，拢是无法度讲啊内部控制的真好的进行的中。我的看法是讲，因为听讲我考入去啊税务机关，我一辈子的升迁啊，拢是这个税务机关的体制下的升迁，无法度讲我税务机关我来跳来做监察机关。警察机关，我来跳来做学校啊，这拢无法度。啊，因为安尼，足严重的这个等于是一个酱缸里面啊，把这个税务机关里面啊，就是一个酱缸。啊，你伫遮要生存，面对公敌，你就公敌。你把酒甲心理甲头脑都想来讲，啊，这都违法的阿伯阿公，啊，这就是第二点，是的嘛，你无听，啊，你口舌病的，所以这是足严重的。那咱的行政机关有法度打破、打破这个制度，我伫遮税务机关，我做两年啊。我派去受训，我过来学柔道，啊来学这个柔道剑法，诶，我来做警察机关，我警察机关做两年啊，我过来进修，过来读册，我来学校机关，啊学校机关搁做三五年啊，啊我过来其他地方机关，那这个。体系的轮调、受训制度的培养，可以打破这个酱缸文化。安尼，面顶的人，你就爱好好啊做。那唔做，我袂瘾做税务机关，我再来其他单位，我甲你计划。所以，一生咱的生活袂去好这个。啊，这个圣公税务机关的那个叫做圣公爷主管控制掉，那家拢像安尼，余文就无啊啦，无迄个余文的啦。所以，咱这个内部控制啊，实在足重要，足重要。咱咧打发这。所以讲，大家啊，各方去探讨这个问题。啊，这就是啥？这就是压力嘛，面顶的压力叫你安尼做嘛。你若语文讲这不是我的代志哦，伊敢有法度家己搁去入面台北市政府？但下头有钱人在，一定无的嘛。所以啊，和大家探讨吧。啊，咱过来啊，过来看。这机会啊，啊，真重要。这就是啥？
接着说环境啊提供给管理阶层跟员工有犯罪舞弊的机会，因为那么这个机会那个各单位啊都是在签字，啊那么这个机会根本不可能，但以后有一个啊探讨一些实地啦啊接过来啊说明啊，咱来了解讲态度啊，甲这个合理化啦。咱这就是咧讲，一般讲啊，以前就是安尼啊，因为咱一般的做咱台湾人唔捌接近过，大家接近啊，大家足欢喜的。啊，这个人入去各单位。他说啊，这你爱念啦，他说啊，这怎么我爱念啊，咱发动你也说过说那这去大家说那爱念那爱念说啊，这我爱念就你不爱念你就是对人啊，他现在就报销你啦，啊我在学校啊就不啦，诶年少会啊，我以前我都入会啊参加这个年少会哦，啊我参加就不诶，年少会了，大家诶，各单位主管啊，领两万块啦，啊，照册就伫遐，大家拢伫遐，啊，你讲啊，即个，伊说啊，你即个是职位，就是职位得两万块啦，啊，即就是安尼，啊，即有报销啊无？无啦，无报销啦，即拢是家己来付，安尼收支平衡就好。类似这个类似这个问题啦，类似这个问题啦，这拢是啥？这是为讲啦，这是为讲合理化啦，合理化。事实上，拿发票的都不是合理化，应该讲你付我什么人，我都这个证明，啊，你证明，你证明对，你证明，啊，这应该也该讲清。这嘛不是啦。讲即款就袂使，爱去提发票，超工创一个行情互你跳，啊，超工创一个行情互你跳，你跳了了后，哇，你即道的官员拢有代志，拢有代志，啊，一般毋捌做到官讲，啊，这就是安尼啊，啊，要互大家啊，这咱所讲的是这个啊，正经啊。啊，咱这个有在讲起来，我嘛啊，咱都好啦，咱来讲这个做个案吼，啊，探讨。咱即马来看这个博达案，我嘛，咱大家应该拢有听咧讲这个代志啦吼。这就是咱第一个博达案，甲美国安龙案件是同款的这例子啦。啊，主要是咧做啥？啊，咱咧讲做假账，掏空70亿。那么，因为伊这个地检署啊，讲违反啊。那个证券交易法啊，九项罪名啊，判这个啊叶淑辉啊啊31名被告，那么来判给个人法庭。那这个判20年，美国安龙法案，伊那是这个情形，因只判啊25年，因为伊个。一年法案啊，就定讲20年甲25年，啊，咱伫遮可以看到讲，咱啊，咱政府啦，啊是判20年，哦，啊，伊这啊，那么罚金5亿，实际上，你有诶1070亿，判20年，有诶讲较好咧，表现一下。11、12年就出来了，啊来啊，
在二零二二年，啊，赚七十亿，啊，你合算不合算？所以，这个我大家探讨吼，问题就是，问题就是啥？因为法律当必须爱护大家公平正义，哦，爱护大家，爱做那个公平正义。啊，实际上，啊，有诶，为着伊即个啊做假账，啊，甲投资诶，啊，家己有诶去自杀，啊，有诶，啊，生活未得过，啊，种不出诶。啊，即个带来诶社会上诶负面，啊，是足严重。啊，即个是啥？咱拢看落来，咱就会了解讲，即种啊。都有关系啦，啊，甲啊，咱即马啊，再来看讲，现在来说这个这个后来我看这个我就我呢但他一直是海外洗钱啊、哦、用海外洗钱的方法就是内线交易的方法来操控这今天过来看第八案好了。我看这个第八案哦，员工官员都没有判重刑呐、啊，所以可能就痛心的。这个是啥？咱跟这个。咱等于今日是第一个公民简单本质性转换啦。伊个公务人员根本他们就是对我有好处的，我跟你放手；对我没有好处的，我斤斤计较。所以讲，咱来看这个情况来。伊这个就是说，伊咧讲就是讲，伊这是大型计划性的这种犯罪案。啊，伊遐个啊，力霸集团旗下有啥物？金融业就是中华商旅、票券啊，丽华票券、保险友联商旅，啊个。啊，家族化，中国力霸，亚太富王。那么，幺个五等西社的子公司交叉持股，哦，啊，集团的复杂，啊，加上金融监督机构长期严重失职，金管会的成立，我看看这啊。有关系啦，因为太大太大起来，讲啊安尼啦，咱今来啊设一个监管会啊来管理，阿摆阿无阿摆，唔在你讲个监管会啦，啊咱啊也了解啊这个情形，啊咱即摆过来看讲。这刚刚五间上市挂牌公司掏空的总啊负债啦，有偌济？2469亿。你看，
若要叫普拉图来载研究哦，我咧想啊，唔知爱几十台普拉图来载，大家看这最严重的这个问题，我大家去这个问题来去思考下哦。啊，这就是啥？这就是讲咱会了解这个情形。啊，因为这个资料啊，这可能啊公开资讯完的方特站里面吼、哦，去查出来吼，啊，你大家可以去拿去看嘛。啊，犯罪的模式吼、哦，但这可能但。爱了解讲，但爱了解讲吼，义务权，义务权大家应该拢知影嘛吼、哦。所谓义务权是因一个交期，还是一个发生的情形，咱先付出去的，叫做这个义务权啊，这个义务的款项，列出为应收款。这个他就提的呀，你看，咱应该付出的，爱怎么干的多嘛，应该收的啦。啊，这个是啥？会计科目的意思嘛。哦啊，咱高价设备，咱超额啊超贷来做假交易，啊，这东西叫做讲啊无轨搬运的方法，哦，无轨搬运的方法啊。咱过来，伊主要无几年中间啊，咱会使讲，伊就是立法集团的模式啦，伊的步骤就是讲建立金融啊工业啊帝国，啊加时尚啊，加嘛公司啊来作为啊持股啊。他不看钱的，啊，都把它啊切割不清，那么掏空啊资金啊那个外逃，那最重要的这几点呢、啊，大概了解的其中，这个是咱的文化。咱有看到新闻报道讲，王佑正在出庭以前，国民跟什么人打招呼？安尼，咱大家就表态了，这就是什么？咱阿伯啊，咱的内阁啊议员，安尼你以后要安怎处理？枪毙嘛哦，你这个毙是很严重的，这个